我们希望有一万双鞋子，所以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万个人来丢鞋子。所以全代会不管改到哪里，什么时间地点，我们万人威胁的目标不变。啊，我们现在929社运年限发起的团体，总共有47个社运团体跟学生团体。啊，这47个团体绝对我们在光复跟忠孝交叉路口这边，然后靠近忠孝这里。万人威胁国民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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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政府杀人，政府杀人，毁宪乱政，毁宪乱政，民不聊生，民不聊生，万人威胁，万人威胁，国民党别绕跑。今天马英九说他要有高道德，他有高道德，所以王金平官说他就把他的党籍给开除了。那我问国民党，如果你真的有道德的话，如果你真的有道德的话，你还有那么一点点良心的话，这样子马英九他用这样子恶劣的政争，刘正宏说什么天赐良机把人民的家给拆了，这些恶质的政客，你要不要一起开除他党籍？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87岁的妈妈被法务部以诉讼折磨长达5年之久，至死未已。法务部用尽所有国家的司法资源迫害我的母亲。我只能讲一句话，我做一件事情，我终于花了5年的时间，我体会一件事情，这个政府的力量大到超过我们人民可以想象，所以他们完全忽视人民的声音。我们不要像刘静怡、杨生文牺牲了已经够可怜了，但是我们不要，我们要坚持下去。我告诉各位，5年来我得到什么？我真的觉得说，今天这个政府他完全忽视土地正义、居住正义，我们老百姓弱势。在他们眼中是没有任何力量的。范仲明下台，王世明下台，马英九下台，无能马政府好在拼经济，好在拼经济，我们把这10000双鞋子丢出去啊！所以万人募鞋，万人包围国民党，万人威胁国民党的目标不变啊！只是国民党什么时间地点公告出来，我们就是我们全民动员总动员的时间哈。国民党宣布929的全代会延期的时候，国民党的中常委对媒体说，我们的行动说政府杀人讲得太夸张了，我们特别要讲，我们很清楚看到最近发生的，我们的大埔张亚房老板往生，全国工厂高人连线从去年看得到现在，有5个高人已经被政府逼上往生了，没有错，他们的往生，他们的死亡证明书上不会显得被政府逼上死亡，可是我们其中一位工人得癌症卧病在床，一直到法院终于判决我们的法纪和工法契约之后，
卖国求荣，陷害忠良，治国无方，只会斗争，身为元首，目无国际，半蓝半绿两套标准，大小官员同流合污，经济搞垮，百姓哀嚎，纵容属下胡作非为，强拆民房，占为己有，骗取选票，堪称一流，青面獠牙，自认帅哥，脸皮之厚，无以论比，妇女同胞后悔莫及，台湾百姓悔不当初，民调之低，世界之最，如有良知，早早下台，顺其民意，谢罪国人，清辞。给媒体看。啊！啊！马英九。下台。马英九。下台。刘振宏。下台。马英九。下台。刘振宏。偿命。马英九。下台。政客偿命。政客偿命。毁陷乱政。毁陷乱政。民不聊生。民不聊生。马英九。马英九。下台。下台。刘振宏，刘振宏，下台。